主，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听闻福音，得以认识你，是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是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能够进入到这个永恒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愿从我们的口中，从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愿将整个的崇拜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引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颂赞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诗第23首《独一真神》，歌词在周报的第3页。我们唱第1节、2节、4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攻读神的话语，请我们打开周报第2页，使徒行传第19章11到21节，找到了哈，请听我来读，在周报的第2页，使徒行传19章11到21节。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上至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是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2人，制服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神的话语我们读到这里，这个时候让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想这一段神的话语。主，我们为着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为着我们在静默的当中，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得着，我们的反省，也献上感恩。是的，主，你怎么样的使用保罗行奇事，我们也恳求主引导我们在真理的基础上面，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也能够帮助许多的人，也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成为众人群众的焦点，而是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起来。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敬拜。那在还没有进行家事报告之前呢，我们欢迎新朋友，不晓得在我们楼上楼下的，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聚会的新朋友，能不能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欢迎各位。有没有第一次来淮南聚会的新朋友，楼上楼下的，有没有？好，前面有一位，后面有四位，后面有四位，楼上楼下有没有在我们当中？钢琴前面还有一位，我们为着这几位新朋友可以一起的同心的来敬拜我们，感谢，谢谢，请坐。那各位可以把你们的资料填写在资料卡上面，我们会保持跟各位联系。那我们握手问呢，就留到崇拜结束之后。那这里我想做几件事情的报告。首先，我们为着周牧师的整个的追思礼拜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感谢那特别是我们要非常感恩的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的配合
那来参加许多弟兄姐妹来参加的，那都到夹层上面，或者是到我们的整个的啊乐民馆的下面去，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些的位置呢空出来，给海外的啊，给内陆的，那也给啊台湾各地来的一些的牧者、一些的来宾啊，他们来啊在这里一起的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的感恩。那也为着啊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当天特别拨空，因为是上班的日啊，特别拨空来这里一起的配搭、一起的服侍，能够完成啊，顺利的完成，我们也献上感谢。那当天啊，整个的大堂还有乐民馆，还包括广场都坐满人哦，那将近2000人哦来参与。那另外我们也在网络的直播方面有超过200人哦点阅哦，那一起的透过网络在海内外一起的来参与啊这个追思的礼拜。所以我们为着整个的过程，我们感谢，也求主继续的安慰啊家人，也使用啊周牧师他的过去的这些的啊录影录音的，还有包括他的著作啊，能够帮助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人。那另外就是啊，明天开始在台北在新店地方举行5年1次的这个华福啊世界华人福音大会，那请各位祷告，1500人左右的代表聚集在台湾哈，所以请各位为这些祷告，也为这华严堂的联合诗班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要去那个在那边场地去练习哈，明天晚上的开幕礼我们要献诗，所以为着我们的整个的使用管风琴，还有140位左右的班员，诗班班员，我们在那里的练习哦，也求主特别的来施恩来保守。请我们打开周报的第五页，周报的第五页。那各位如果从前门进来的话，你会看到有一部捐血车啊在门口，意思就是说今天有捐血的活动哈，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捐血，能够响应这个捐血的活动。另外在周报的第7页的部分，是我们9月24号怀恩园的一个秋季的追思礼拜。那相关的同弟兄姐妹呢，如果要到怀恩园追思的话，请务必要按着上面的一些的程序来进行。那最后的一项报告是在周报的第8页，周报的第8页，我们的9月份的每日活水，我们的灵修材料已经来了哈，已经来了，鼓励各位赶快哈购买，免得到时候到第4周或第1周的时候都已经买不到了哈，所以请各位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哈，一起的用同样的经文进度来灵修哈。以上的报告就到这里，其他请各位在崇拜之后再参阅啊我们的一些的其他的事项。接下来请我们一起的来唱诗713首基督精兵，歌词印在周报的第4页，我们唱第1节、第3节、第4节。
接下来我们借着奉献来敬拜。那新朋友如果填好留名卡之后呢，也可以一起的投入到奉献袋的里面。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在生活中的看顾与保守，我们也为着在患难中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所中的奉献求主你悦纳使用。我们这时候也特别的纪念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身体病痛软弱的，也求主你特别的眷顾保守，我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医治安慰，求主你赐下力量，赐下信心，让他们继续的仰望你，经历主你整个的保守。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
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为着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来仰望你。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征战，主啊，但是让我们常常的回到你真理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常常默想你的话语，主啊，好让你的话语能够随时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劝诫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刚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信仰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都能够站稳我们的脚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当神的国往前进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定会跟撒旦的国度会遇冲撞。每一个人归主都是一场非常剧烈的属灵征战。保罗说，不信的人，他们的心眼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那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他们原本是在地上代表神执掌权柄来统治万物的，为上帝的国度铺路的。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可悲的事情发生，人想要僭越，自己当上帝，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我们把我们的管理权让渡给撒旦。所以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他具有行政权，他具有管理权，但是撒旦并不拥有所有权。因为万物是上帝所创造，上帝创造，上帝就拥有主权，上帝从来没有把所有权让渡给魔鬼。但是的确因着人犯罪，上帝允许撒旦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的管理权，以至于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弄瞎人的心眼。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让你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从做撒旦的俘虏，是黑暗之子，变成是上帝的儿女，是光明之子。这是一场非常剧烈的属灵征战，这是我们身份的转变。身份的转变就牵涉到权柄，属灵征战跟权柄以及身份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会发现，黑暗的国度不仅仅是我们的恶念，不仅仅是我们所做的恶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权势，是一个政权，是一个状态。撒旦从起初是说谎的，撒旦是仿冒大师，所以他要用谎言来掳获人的心，用谎言来迷惑。撒旦原本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最高的天使长，他是纯粹的灵体，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善，撒旦是他自己选择他变成撒旦的。上帝所创造的善当中出现了邪恶，邪恶原本并不存在在上帝创造的美善的万有当中，邪恶总是依附着上帝所创造的善。邪恶像疾病一样，疾病是依附着上帝所创造原本健康的身体，邪恶是没有达到上帝创造美好的心意，邪恶是一个不完全，邪恶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邪恶是一个恶念，邪恶像疾病一样，它依附着，像寄生物一样，它依附着上帝所创造的善。
邪恶是一个堕落的意志，在每一点上对上帝美好创造的心意是一个叛变，要毁坏上帝的创造。邪恶是一股反创造的权势，非常特别的这股反创造的权势，他要在每一点上帝创造美好的心意上面要毁坏，他要带给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带来毁坏。他是纯粹的灵体，当他堕落的时候，他的正情正性变成一个黑暗的深渊，没有办法直视。在启示录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大淫妇所骑的兽，那个大淫妇额头上面写着奥秘哉，邪恶是我们没有办法直视的一股堕落的力量，一股反创造的权势。非常特别的，撒旦跟他的党羽是纯粹的灵体，他们可以直观上帝，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活在可见的世界里头，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行走这条道路。可是撒旦以及他的党羽，他们原本在上帝的宝座的周围，他们可以直观上帝，他们可以敬拜神，而当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的正情正性转变成为令人讶异的邪情私欲。撒旦纯粹的灵体原本跟物质是没有关联的，可是我们就看到了在圣经里头的记载，撒旦以及他的党羽这些邪灵污鬼居然对于物质有了说不出来的一种渴望，他喜欢附着在人的身体里头。当格拉森的那群鬼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哀求耶稣让他们到猪群那里去，耶稣准了，这一群污鬼就跑到3000头猪那边。主耶稣也讲到说，污鬼喜欢住在人的身体里头，所以如果鬼被赶出去，里头打扫干净，没有让上帝进去住的话，鬼会另外再带7个更恶的鬼来居住。我们就看到非常特别的，撒旦跟他的党羽当他们堕落之后，他们居然对于物质世界产生了一种非常邪恶的不可思议的一种渴望，他喜欢附着在物体上面，他喜欢在人所敬拜的上帝所创造的，可是人却用上帝所创造的树木雕刻出偶像，撒旦就要在这个偶像的上面附着在其上。我们看到撒旦喜欢使用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个物质世界作为他的工具，他有所谓的法器。撒旦是有限的，撒旦跟他的党羽是被造物，所以他们在有限的时空里头，他们会聚集在某一处，他们会在某一些个场所，特别是行邪术的地方，他们会更多的聚集。因为人犯罪，人与黑暗的权势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招来了撒旦跟他的党羽。撒旦他在每一点上面都想要仿冒上帝，他不单单起初是说谎的，他要在我们的世界观，要在我们对真理的追寻的路上要带来虚假，而他的虚假，他的谎言一定是包含着迷惑人的真理，可是在背后他把真理扭曲之后，人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在我们之上的真理，是真理拥有我们，而且真理是主耶稣基督，真理不光光只是一套观念，而撒旦就透过我们的世界观迷惑着人心。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大城，他有2年的时间，他在推拉鲁的学房里头2年之久，天天在那个地方讲学。推拉鲁很可能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位哲学家，在他的讲堂里头，他空闲的时间，他休息的时间，使徒保罗在那个地方每一天讲学2年之久。
他面对着希腊哲学里头最高的心智，面对着希腊哲学的世界观，他把真理勇敢地传扬出去，使得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听见了主的道，主的道被传扬开来。而撒旦不单单在真理上面模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他在使上帝借着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上面，撒旦也模仿。撒旦的模仿，他总是出自他杀戮的本性。他起初是杀戮的，他要杀害上帝，他要僭越上帝的主权，他要把上帝从他至高的位置上面拉下来，他要杀害这位永活的上帝，他要偷窃毁坏上帝儿女生命当中美好的产业，他要模仿造物主，模仿造物主对于这个物质世界所拥有的主权。所以撒旦对于物质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渴望，而人是透过犯罪把生命的主权让渡给撒旦。我刚刚讲到了撒旦是仿冒大师，上帝对于受造物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撒旦就要透过附着在人的身体里头，附着在物质，附着在动物身上里头，来彰显他在人生命当中的主权。但是撒旦绝对不可能仿冒爱。撒旦堕落之后，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才智没有丝毫的减损，他的能力仍然是那么的强大。可是在撒旦的生命里头没有一丝一毫的爱，他是控告我们的，他是恨我们的，他没有办法模仿上帝是爱，他没有办法模仿上帝是光。可是他可以用虚假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他们从撒旦那边得到益处，他们从撒旦那边好像看到光明，撒旦可以化身作光明的使者来模仿人，来模仿上帝。可是他没有办法模仿爱，因为在他的生命深处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我们就看到了路加记载，使徒保罗除了在推拉鲁学房面对着希腊哲学一流的心智跟他们的哲学世界观，把神的道努力的深入的传扬两年之久，跟着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路加也记载了上帝是主角，上帝透过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上帝透过使徒保罗的手直接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透过他的手，透过保罗行了一些非常令人讶异，不是普通的，是很罕见的神迹奇事。到了一个地步，路加这边记载，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他工作时候擦汗的手巾以及他围在身上的围裙去放在病人的身上，而病就退了，恶鬼被恶鬼所附着的人，恶鬼也从他们身上出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是上帝作为主角，上帝是主角，人是器皿，人有自由，人有自由就人就具有尊严，上帝是与人同工的，人具有自由可以拒绝或者是以爱来选择与上帝一起同工，上帝是以爱来俘虏人，让人心甘情愿地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与上帝同工，甚至忍受各样的恨逆、各样的苦难，甚至性命都要丢掉。这是神与他的器皿当中，是爱的关系，是真理的关系，是光明的关系。而上帝可以透过物质来工作，因为人具有可见以及不可见的两个层次，人是身体的灵魂，灵魂的身体，我们的确有一个受造的物质的身体，
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身体里头，上帝常常透过这个物质的身体，也透过物质来作为一个象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实际里头。而上帝从天上所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在我们今生今世还有生命气息的岁月里头，这个属灵的福分也透过物质来临到我们。这里头我们看到了敬礼有水，我们看到了圣餐有饼跟杯，我们看到了雅各劝勉在教会里头生病的肢体，如果这个疾病跟犯罪是有关联的，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当中如果有生病的，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就是教会的全职以及代职的属灵领袖，请他们来，他们带着油出于信心的祷告，他们抹油在病人身上，出于信心的祷告，病就会好了。我们就看到其实不是油使我们得医治，而是出于信心，不是那个水把我们的罪洗掉，而是透过这个水，当我们浸在里头的时候，透过这个象征性的行动，透过我们身体跟水的接触，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讲是我们与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上帝创造人是灵魂的身体，身体的灵魂，我们是活在可见的物质世界里头。主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圣餐总是有饼跟杯，但是不是饼跟杯有什么特殊的魔力，而是透过那个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主在说的是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面前来，他张开双臂要我们吃他喝他。如果我们不吃他不喝他，就没有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复活也是身体复活，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他所创造的物质。人会贬低物质，但是物质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善的。上帝的主权给予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一个也不失落，他可以透过物质来把属灵的真理告诉我们。他也可以在以弗所这个古代世界行邪术的中心，他们带着那一个邪灵跟物质之间有紧密关联的这个背景底下，他们有人把这位使徒他身上的手巾以及围裙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主要是要让人的心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定睛在使徒保罗所传扬的真理，使徒保罗所传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做复活的见证人，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全能在病人的身上，使得那一个反创造的疾病的权势，使得那一个要毁坏我们身体的疾病的权势，在耶稣基督的能力底下溃散，病人的病就好了。如果是被鬼附的，那么恶鬼也会从那人身上出去。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了上帝跟物质之间的关系不像魔鬼跟物质之间的关系。魔鬼所使用的是法器，魔鬼所使用的是偶像，魔鬼是受造物，他们只能够在某些个定点某些个时间聚集在那个地方，在人膜拜他们的当下，在人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们的那个时候，魔鬼才可以在那个物质身上，可以在那群人身上来施展他的工作。我们就看到了从古代一直到现在的像以弗所这样子的行邪术的人，透过巫术想要来掌控在人之上的灵界，想要操纵在人之上的灵界，利用他们来为我们服务。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里头，
路加所记载的这些个被鬼附的人，这些个巫师，就是魔鬼在世上的代理人，他们行邪术，他们跟魔鬼之间的关系展现在他们透过行这些巫术，卖这些个符咒，卖这些个附身，这个护身符上面得到很大的利益。魔鬼跟巫师跟灵媒之间的关系，跟上帝与使徒保罗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巫术是人面对着不可知的命运，面对着人生命当中巨大的需要而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透过仪式，透过咒语，透过呼唤这些个神明的名字，呼唤这些个灵来为我们服务，透过这样子，我们想要来主宰我们的命运。就这样，在互相利用当中，至终反过来，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套对上帝是完全无效的。路加记载了，有一群四处游行、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擅自奉耶稣的名也来赶逐巫鬼。在古代希腊的世界里头，犹太的这一群驱魔师，他们获得非常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希腊人所不知道的上帝的一些个名号，以至于他们其实从当中获得非常多的利益。我刚刚讲到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头所记载的这些个被鬼附的人，譬如说在前面那些个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行巫术的使女，使他的主人们获得很大的利益，连续三天之久在使徒保罗的后面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传救人的道理。到了第三天，使徒保罗心里厌烦，转过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他的主人们看到他们得财货的那个管道失效了，他们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逼迫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所没有读的这一段经文后面，在以弗所产生了极大的暴动。为什么？在以弗所的这个事件之后，他们当地的这些个行巫术的宗教人士发现，一个工人50,000天的工资，或是50,000个人捐出他的一天的工资，就是那些个平素行邪术的人，也把他们平常所使用的书、使用的符咒、护身符等等这些个值钱的东西，他们全部拿出来烧毁了。这可震动了黑暗的世界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他们看见这样子不行。所以以弗所是一个行邪术的中心，这个行邪术的中心，我们看到撒旦跟这些个灵媒跟这些个巫师当中的关系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人透过巫术、透过咒语、透过呼唤这些个神明的名字，来利用灵界的力量，来操纵灵界的力量，来为人服务，甚至来赶鬼驱魔，让人在当中相信。可是这一套在真实的属上帝的世界里头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身份，他们没有那样的权柄，他们没有那样的身份，就没有那样的权柄。我们看到了路加记载魔鬼被鬼附的人跳在这些自称是大祭司示基瓦的7个儿子，在当时世上没有示基瓦作为大祭司，他可能是自称的，或是在家族里头的一个成员，他的7个儿子也都照样行，可是鬼就跳在他们身上，制服了他们，胜了他们。我们看到路加所记载的是，他们赤着身子逃走了，打伤他们逃走了。我们看到魔鬼至终是要伤害人，而且把在亚当之后上帝遮盖我们羞耻的衣服完全的扒光，交鬼的下场
带来的是伤害，是身体的伤害，也是灵魂的伤害。我前阵子在大陆服侍，有个北大的博士生，他说他算命已经十年了，都非常的精准，他很多事情都透过算命去决定。他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里头？因为他说他从小最喜欢的外婆在他的梦里头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鬼的样子，所以他就非常的惧怕，他就去找在大陆当地他城里头的出名的算命师，后来也找了从台湾过去的算命师，都非常的准。那个算命师告诉他，你要在你所有住的房间的镜子上面盖上布，在镜子面前放一盆水，因为镜子会招来魔鬼。而那些个算命师傅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全然的应验。他今年上半年才信主，我在那边服侍时候，他听我讲一些话，他会后就来找我，来跟我谈。我就告诉他，你要把这一切全部都弃绝，因为魔鬼就是透过看起来是有效，可是至终他带给你的是恐惧，他带给你的是伤害，他带给你的是羞耻。他说在他家乡的他常年算命的那个师傅，在50出头已经成为植物人4年。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的传媒也常常报道这些个灵媒，包括那些个养小鬼的人，他们其实也都知道跟这些权势者打交道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体系。这当中人想要透过咒语，透过仪式来呼唤在宇宙当中的他们认为是圣善的灵，来帮助他们来避开对他们会伤害他们有害的灵。人却不知道，人进入到一个黑暗权势所张开的一个网罗。邪灵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邪灵可以给人甜头。有一些个算命的师父自己也知道，其实根本不是出自他自己，是有灵指示他，他们心中也会害怕，因为当中的关系不是爱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的国，我刚一开始就在讲，当神的国往前推展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碰到属灵征战，一定会碰到上帝的国度跟撒旦国度、黑暗的国度跟光明国度的会遇交战。周润华牧师才刚刚安息主怀。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在台大念书的时候，他教鬼教得非常的厉害，他从小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一些灵体，他从小对这些深信不疑。他大一大二的时候非常努力的打坐，非常努力的跟这些灵界来往，可是他慢慢发现这些个灵界对他产生一个杀戮性的致命的一个威胁。他就跑到怀恩堂来聚会，那时候还不是这个新堂，还是以前哥德式的教堂。他听到了周连华牧师讲道，他说他坐在后面，因为他跟灵界非常的熟，他说从台上，从周牧师的身上，有一股非常奇特的，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股暖流，一股能力流到他的身上。在他的灵的眼睛里头，他看到了他过去没有看到的光芒来临到他。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我们无可避免，而且是实实在在非常剧烈的
一件事情，这牵涉到我们的权柄，这牵涉到我们的身份。这个牧师就在那个时候在华人堂归主受浸，后来服侍主一直到现在。我以前在美国服侍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教会有一次，一个姐妹的先生，他不是基督徒，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聚会结束的时候，他来跟我讲，他说他是研究紫微斗数，研究各种磁场、各种能量的。他说：“李先生，刚刚你在讲到的时候，你们教会的磁场产生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他没有办法解释。他说他没有碰过这么强的磁场能量的变化。”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个跟邪术交往的人，他们对于那个黑暗的世界其实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们唯独对于上帝的这个光明的属灵世界是陌生的。而撒旦就要透过真理的扭曲，就是谎言，以及透过展现他巫术的力量，他要紧紧的把人掌握在他的手掌当中。孔子不与怪力乱神，鬼跟神在孔子的体系里头，在那个属灵的世界里头是同等的。这也是为什么周连华牧师所带领的圣经的翻译会使用上帝而不是使用神，因为在儒家传统里头，这个神跟鬼是同等的，只是一个是善的灵，一个是邪恶的灵。可是孔子不与怪力乱神，因为讲这一些对我们做成为人人君子，对我们在世界上面能够达到我们受造的这个道德天命其实是无关的。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华人的深远的传统里头，怪力乱神却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如同在台湾的民间信仰，我们现在正在农历七月，到处都有鬼故事在流传，到处都在讲的好像是真的一样，而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是不要得罪这些各路的好弟兄，总是要安抚他们。包括在我们的知识界其实也是如此。我认识一位曾经做过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一位主内的弟兄，他告诉我，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为了他的眼疾，他的眼睛近视到一个程度，1000多度，医生在为他开刀之前跟他说，如果开刀失败，那你会瞎眼。他想这个对一个读书人对他是一个太大的打击。他的妻子是皇冠出版社那一套吴姐姐说故事的那个作者，他们在开刀的前一天，刚好我在那个教会讲到，他们会后来找我祷告。他的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位弟兄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拜遍了台北市、新北市的阴庙。什么是阴庙？晚上10点之后才开的庙，在山上崎岖羊肠小径，产业道路，如果晚上很多车子一直往山上奔驰，然后你看到了在树林里头一座庙，可能不起眼，可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叫做阴庙。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拜进了阴庙，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身体、他的眼疾能够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上帝从来不会轻看我们身体的疾病，这是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服事里头，他常常是为病人祷告。另外，他赶逐污鬼。我在说，疾病是一个反创造的诠释。
而巫鬼喜欢住在人的身体里头来毁坏人。好些年前，有一个姐妹，那时候她还没有信耶稣，她也是拜尽了台北跟新北的各种庙宇，找了不知道多少的道士来为她做法。她那时候已经失眠好几个月，然后她很想要自杀，她花了很多的钱，她的母亲花了很多的钱请这些道士为她做法。道士说，你背后有一个鬼，所以我们要为你做法，因为这些鬼是造成你失眠、造成你想要自杀的原因。可是他花了好多钱都没有办法，后来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到教会。那天晚上刚好我在那个地方分享信息，结束之后他的朋友就把这位姐妹带到我面前来，他就告诉我他的遭遇。我那时候告诉他，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你，我就为他祷告，我奉耶稣的名让他那一天晚上能够安睡，我把福音传给他，我告诉他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那天晚上他回去，他睡着了，好几个月以来他头一次能够睡觉。然后到接近清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在海里头载浮载沉要淹死了，然后他看到耶稣站在岸上。你不要来问我耶稣到底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上帝会透过象征，特别是在梦里头也是透过象征，他非常清楚的知道那是耶稣。然后耶稣就伸出手来说，你要得拯救吗？他说我要。耶稣就伸出他的手把他拉上岸，他就醒了。从那一天一直到后来我再去服侍，他的母亲准备了50,000块的红包要给我，一次祷告50,000块，我就知道帮他做法的人到底赚了多少钱。我当然不收。弟兄姐妹，如果传道人为人祷告是收钱，有一些个有些个灵恩的教会，某些个国外的讲员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候你找他祷告要付很多的钱，我不予置评。可是主的仆人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不是灵媒，我们不是巫师。那个姐妹她当天就睡着，她当天就从想要自杀的念头获得释放。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太太的一个新的室友在搬进去不久之后到泰国去玩，他回来那天晚上，我的太太说他那天晚上睡得非常的不安稳，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室友一整夜都没有睡觉，然后终于看到我太太醒过来，天才刚亮，我太太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昨天晚上我躺下去的时候看到我们房间门口有一股好巨大的好巨大的灵体走进我们的房间，先靠近你，然后往我这边来，然后他说我里头知道他要我死，我很害怕如果我闭上眼睛睡觉睡着了我就完了，所以我不敢睡，一整夜就一直眼睛开着。我太太就问他说，你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拜拜，有没有带一些个宗教性的物品回来，他就拿出一个象牙做的大象。我太太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交给我，我们祷告把它销毁。那个小姐她为了要从这样子的恐惧当中得释放，我太太也跟她传福音，她接受了之后她就睡得非常的安稳。我在德国的时候，
曾经认识一对，先生是荷兰人，太太是德国人，两个人都是第二次的婚姻。他们曾经到印度追随一个非常出名的宗教领袖，我想我不方便说那个宗教领袖的名字，因为我没有任何要诋毁这些个宗教领袖的意思。这对夫妇过去是吸大麻的，然后过着很荒唐的日子，然后两个人组成了新的家庭之后，远赴印度，在那个地方成为那一个非常出名的宗教大师身边非常重要的人。之后他们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欺骗，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生命中的那一个邪恶的权势，那些个灵是要他们的生命的。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从被魔鬼辖制的这个光景当中就出来了。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讲什么？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所有住在以弗所的人都非常的惧怕。那个惧怕的结果就是敬畏神，然后那些个已经相信的信徒，因为他们过去有这样子一种密教的生命的历程，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处理，就有许多已经相信的，有很多人来承认，来公开的述说自己所行的事，他们就公开的来弃绝，来断开过去他们生命当中跟这些个黑暗权势的交往，要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我刚刚已经讲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不少信的人，他们在那个以弗所古代世界出名的行邪术的中心，他们信主了。凡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存留着在信主之前这些个跟黑暗权势交往的这些个物品，包括价值观，我上一堂讲完之后，中间休息时间有碰到姐妹说他们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一堂因为录影的关系，我实在是不方便说一些个人名，一些个非常出名的人。他说，那个姐妹说，他们周围有好多的基督徒朋友还在算命。我们现在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现在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他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新的创造，上帝拥有他生命的主权。可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犯罪，他还跟他信主之前过去的罪行，跟他过去交轨的这个历程，这些黑暗权势还没有切断，还有来往的时候，这时候魔鬼就具有一个合法的管道，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甚至在他的身体上面展现他的权势。所以魔鬼并不拥有一个基督徒的所有权。就如同这么说，我们现在的首都是台北，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总统府不会沦陷，可是也许我们的离岛或是我们某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被敌国攻占，一个基督徒可以因着犯罪，或者那个罪就是像垃圾那样没有在生命当中清理干净的时候，就给魔鬼一个合法的地位，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搅乱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后现代主义兴起，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其实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在通灵。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这几天有在收看好消息电视台的真情部落格，你会看到好消息特别在鬼月的这段期间访问一些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他们教鬼以及他们怎么样从那个魔鬼的诠释当中，而且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诠释当中挣脱出来归主。我们这个文化里头，特别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新时代运动宣称进入到宝瓶世纪，然后跟宇宙当中的各种灵体透过甚至是透过一些科学的研究各种的方法来开发人体的特异功能，说那个不是特异功能，那是人体的潜能，然后跟那个属灵的世界连上线，有预知的能力。逢甲大学有一位顾伟伦老师，他以前从小就有预知能力，他曾经在异教里头非常非常的深。 Good TV 也曾经访问过他，那后来他从那边出来，他说那些个特异能力，那些个预知的能力对他其实根本不是祝福，带给他许许多多的困扰。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文化里头非常追求，有许多人非常追求这一些，而不是对于永生，对于属神的生命，对于福音，对于十字架，反而是对这些个神迹奇事，对这些个玄秘神秘的东西非常的有兴趣，以至于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可以透过基督徒在信主之后没有处理生命中的这些垃圾，就给他一个合法的管道。凡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凡是不断犯罪的他就是属魔鬼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一段后面跟着讲，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些年前有一个台北市非常著名的数一数二的女校的高二的学生来找我们祷告，有人介绍她，她说她的困扰是，她是一个基督徒了，她的困扰是她一直想要当妓女。我们非常的讶异，看到这一个高二那么清秀台北市数一数二的名校的女孩子怎么会有想要当妓女的念头。她说那个念头从她国中就一直有，一直困扰她。她来找我们的时候她已经受尽归主有一段时间了，可是那个念头没有过去。我跟我太太在祷告室里头，我有一个感动，我就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翻开来给她，我就说你现在把它大声的念出来，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他开始念的时候，神的儿子显现，然后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整个脸是扭曲的，他根本念不下去，他每一个字他都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坚持，用你的决心在你里头呼喊主耶稣，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念出来，向那个属灵的世界宣告，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会除灭在你生命当中这个魔鬼的作为。他花了好几分钟非常努力的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一念完的时候他忽然大叫一声，非常非常大声，如果在外面人大概以为我们在里头对他怎么样了。他大叫一声，然后他说好丑好臭。我们就说怎么回事，我们根本闻不到任何味道。他说好臭，从来没有那么臭的味道，他从来没有闻过这么臭的味道。他说就在他念完的那一刹那，
鬼从他身上跑出去，然后他就看到那个鬼躺在祷告室的窗台上面。他说他没有看过一个这么丑这么臭的一只鬼在那个地方，然后对他狠狠地瞪着他，这都是他的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非常丑陋而且非常臭，然后狠狠地瞪着他，撂下狠话说我们还会回来，然后咻就走掉了，从来没有回来过。为什么我会把那段圣经翻给他要他读，除了我里头的感动之外，因为他告诉我他生命的故事，从他还年幼的时候，家里头办丧事，好像就在路边搭那个棚子，他就已经可以看到穿白衣服的在那个棚子里头在半空中飞来飞去，他那时候就非常的惧怕。然后他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姐姐带着他看色情的录影带，他说我小学三年级一直看到国中。欢迎之弟兄姐妹，这就是生命当中留给撒旦的一个合法的管道。垃圾在哪里，在那里就有苍蝇，就有老鼠，就有蚊虫会滋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什么地方犯罪，在那个地方就跟撒旦就有了关联。所以这个姐妹她虽然信主了，可是因为这是在她生命当中非常长远的一段的过程，以至于她那时候有人带着她，因为她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个困扰她那么久的想要当妓女的那个念头，原来是魔鬼在她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搞怪。弟兄姐妹，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我这么说，不会被魔鬼拥有。我们的首都已经换了旗帜，我们已经变天了，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可是我们的师徒有没有全然的收复？我们看到了斯基瓦的七个儿子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以弗所的人都非常的惧怕，然后这些信徒开始起来对付他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对付过的过去跟黑暗权势的这些事情，而那些个平素就在行邪术的就弃绝了这些个行邪术的这些个咒语符咒，这些个可以赚钱的这些个书籍，弃绝这一切。这是主的道如何得胜的这个过程。基督徒不会被魔鬼拥有，可是基督徒会让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权势来折磨我们。我在神学院里头教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会讲到赶鬼。弟兄姐妹，我这么说，我一直很犹豫，上一堂我没有讲，这一堂我没有讲一些人名，我在讲我要不要讲我自己生命的故事。你们当中在这边已经聚会，如果已经聚会两年多的人会知道，这个外勤讲员每个月来，我最尴尬的时间是我走下台要为弟兄姐妹祝福，这是周连华牧师所留下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祝福每一个人按手祝福，然后你再把这个祝福传给下一位。你们看到我走下去是辛苦的，我十个月大就得了小儿麻痹，在许多年前我赶鬼的时候，鬼说了为什么你会得小儿麻痹，然后他们直接讲，因为你的爸爸带你去算命，谁叫你爸爸带你去算命。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启示这些旧约严严的禁止神的百姓去交鬼，因为会进入到撒旦的咒诅里头。我在说撒旦来就是要杀害偷窃毁坏，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爱的关系，他是一个利益的交换，至终他要毁坏我们。然后鬼跟着讲，我那时候很不高兴，我说为什么是我，算命人非常多，然后他们说因为你在母腹里头就被上帝拣选。我先跟贵弟兄讲，那时候我听到这一个，我本来是坐在地上的，
很轻松的，那时候我就转过来跪着，举起我的双手，我跟主讲说，主，如果这是传道的代价，那么我愿意，因为鬼知道我们是谁。这就是斯基瓦的七个儿子想要擅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鬼说，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熟识，我们知道你们是谁。弟兄姐妹，我在说属灵征战牵涉权柄，权柄牵涉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回家问我母亲，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问我母亲，我妈妈就告诉我故事。她说，你爸爸都相信这一套，我带你去算命，算命师傅说你的太太1000天之内不能够回娘家，如果回娘家这个孩子会出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去交鬼的时候，其实就进入到魔鬼的咒诅里头。我妈妈说，你父亲信这一套，我才不相信，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活着。我妈妈是家中的长女，她下面有10个弟兄姐妹，我是我们家的长子。我妈妈说，我怎么可能不抱你回去给外公外婆看啊，给弟弟妹妹看啊，不可能嘛。他说，什么1000天，我3个月不到就把你抱回去了。所以我是10个月大的时候得小儿麻痹。弟兄姐妹，其实魔鬼知道我们是谁，不要去交鬼。所以我们绝不能说，上帝你为什么使我小儿麻痹？不，上帝不是邪恶的作者，是人，是那恶者。弟兄姐妹，基督徒会不会被魔鬼影响？在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不叫我们陷入试探犯罪，那么我们就被那个恶者所掌握。就是这样，这段故事所记载的，除了那个以弗所那个邪恶的行邪术的世界里头，不信主的人里头，也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他们怎么样全然归主，以至于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这是路加所记载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针对着希腊世界第一流的心智说话，也针对着普罗大众行邪术交鬼行了极大的非常的奇异的事情，然后福音大大的得胜。之后圣灵感动他，在他心里头，他定义他这个事情之后，他心里头想着，我要去耶路撒冷，然后我要去罗马看。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他的权柄开始伸展到凯撒家，开始伸展到这个帝国的中心，而这个权柄使得他从此之后步上一个非常崎岖受苦的道路。这个权柄使得主耶稣的名尊大，这个权柄使得这个服侍主的仆人受苦。可是使徒保罗说，我就算是死我也愿意，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来成就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真正具有这样子身份，具有这样权柄的人他的心智。愿主赐福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胜过魔鬼的权柄以及能力。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基督精兵》，在周报的第二页。周报的第二页，我们唱第一节副歌，我们唱2遍。我们必须留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散会。